上次多亏你替我老婆赶走那冤鬼啊。二叔，我老婆说啊，一定要输家变赢家，包你赢钱。这里是我家，你们先让我进去。天不上地不上，猪上变香肠。输那肚脐眼呢？你现在没有读本了，我们还有什么？那是说三天不还1000块，就要还10000块啊！哇，你不要叫大人。怎么突然背有点麻麻的？你报仇，很凶的。哎，那会有多凶啊？你自己看。美嘉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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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玲。我来输的，你搞不过他的，拜拜。耶稣。哎，他在干什么？哎，阿香，你发神经啊！删了。还是买双，买鞋，买鞋。我回到香港了，你好好走啊，不要跌倒了，好好走。哎，照你这么傻，还没到家就傻完。哎，我挡。哎，打破了。嗯，怎么天黑了？哎，你老姐没有时间来压你，我压你行不行？呜、哦。哎，你掐的是功夫。功夫。二叔，你太阴险了，趁我不毛笔右脚毛还要多，还有啊，他肚脐上啊时常长青春痘哎。有请值日天神六门六甲素江新南朱香分之灵魂出。早给你讲过，你老姐已经死了，她的灵魂啊被我二叔收在坛子里。放开你！我老二、啊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们奶菜先生。我这是。